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都属于色法是相，但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是意识是六识境界，十八界都是空的，根对尘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三位相位处，三生相位处放，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就是意识，十八界这十八字全是虚妄执着，没有一件是实的，也不是即眼色即眼观色，即眼识是空，非离色空，即色空不是，离色空也不是，色声相位处法乃至于法，乃至非即法空，非离法空，非即眼识空，非离眼识空，乃至非即意识空，非离意识空，这十八界啊，眼耳鼻，眼耳鼻舌，这是五根，还加个一根啊，一根呢，这前头属于色法，一根属于空法啊，一根没有形象的，要作意而已，三生相位处六尘，那一根对着法尘，眼对着色，舌之味，这我不去配它了，也大家都能配得到的。说色受想行识的五蕴，说五蕴法呀，非空非有，不是空，也不是有。说色的本身是空的吗？是离了色说空啊，是在色上说，不离色是空啊。说在色上说空，那本来就是有的。假使举一坨花，说你说这坨花是空的，是空的是有的。它是不实在的了，不实在的不是你真的，它会坏的，说它坏才空，但是它没坏的时候，没坏的时候有啊，明明是的花嘛，它花没有字体，什么是花的字体？没有字体故说它非有，就在有上都说非有，一切法都是这样。咱们这幼体，咱是幼体，要是字体的，有没有？真有假有？在有上说非有，在非有上头才说它是空。但是不空啊，现实一个人存在着，他具体的事实在呀、怎么的是空的呢？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参要悟啊，说去参吧，应该参的这参，倒是有啊，倒是没有啊，现在活着时候有啊，寿命尽了死了，我有个名了，是空了，
那等到他死之后才说他空吗？那现在你认识他，他没有实体的可坏性，他毕竟坏，毕竟没有。这六根六尘呢，不是在咱们这个在这个经上来讲啊，单讲法相呢，我们大体随着经文呢说一说，有佛在这说这个法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让你知道，知道个什么，知道一切法怎么认识一切法。换句话说，不要执着，每一个都是入世，然后最后讲一个实吧，这个实，这个、意识，它是空的吗？这个空怎么立？是即意识啊，是空的呀。是离开意识是空的呀，即也不是，离也不是，不是即意识空，也不是离开意识空。即欲皆空吗？或是离欲皆空呢？乃至非即是虚空，无边处空；非离虚空，无边处空；非即时，无边处空；非离时，无边处空；非即无所有空，非离无所有空；即非非相，非处的空；即非相，非非相处空。非离非相，非非相处空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把它总说啊。欲界的六天，色界的十八天，就超料的说了啊。乃至是空天，空无边处天啊，无所有处天，乃至非相非处相处天，这四天，说十八天嘛，它后头有个处，加个处字，说你升天也有个处所，是食物变成处，乃至说离时无边处空啊，无所有处。就是上四天说的，是四空天呐，建立在空中，就是实无边处，乃至无所有处，非非相处，离非非相处，四空天是建立在空中的，但是在经说它不是空的。为什么？建立在空中应该是空的了，不是的，因为它住在那个天里头，有它一个意识。说不空者是住那个天里头那个意识，不是空的。他以为没有了，实际上还是有的。说无所有处，说本来没有了，但是加个处字，无所有处，无所有，但是有处。这个处呢，就是那个时升到那个天，那个天就是个处。这个处啊，是他实印为的。无说有处天就是没有了，但是无说有处天加个处字，一有这个处字就是有了。生了这个天还是有个处所呀。
就像我们住居的地点一样的，我们住居的店呢，你说我们住这个地点，当你住这个地方，这是你的住处。那住处谁有啊？那个天住天上，谁是十五篇无所有，他有个住处。住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实入这个定，他在定地当中有。所以咱们讲的四禅八定，就实无边处定，无所有处定，他入那个天有那个定。那九次地定不是空的啊，它有个处，那处是空的，空有个处就不空了，就是这个含义啊。加个非字，都加个非字，就是否决了，说欲界空，非非也，就是还是不空啊。非离欲界空，是不是离开欲界人显空呢？不是的，非也。说这上都加个非啊，非就是否认的意思，不承认，非也。因此，非即是念处空，非离是念处空。一下就说的法，三十七道品法，十念，一个一个的这样解释例子，佛就是对待前边的一些众生的执着，破这一些众生执着。不管的四禅天都算众生，没入圣人位的都算众生，他没有身体了，只有个识，只有个念，这个念也是不空，是念处住空的，是念处住啊，是空的呢，是离四念处住空的呢，乃至入八字圣道是空的呢，是离开八字圣道空的呢，是即缘即法是空的呢，是离缘即法是空的呢，非即三不互空，非离三不互空，非即是无所谓空，非离是无所谓空，非即实力空，非离实力空，非即十八界不共法空，非离十八界不共法空，非即大慈大悲大舍空，非离大慈大悲大舍空，非即涅槃空，非离涅槃空，是名如来诸菩萨为入众生玄说处中的微妙正法。咱们解释这段经文呢、在有法的当中，有法中有这么多例子，什么例子呢？就上头所说的这个正道的例子，就是佛所说的法是念处，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，八正道三十七道品，这都是菩提的圣法，就是觉悟的修菩提道的圣人法。这些圣人法是是念处空，念处空啊，不离是念处空，乃至的意思啊，都是超略的意思，省略号，超过的意思，四正勤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，就是佛所说的法
也入世，这些个举的说佛所说的法都是空的，不止世间法空，乃至佛所说的圣道法都是空的。偏于空的这方面，假使说你一直这个佛所说的，说佛说是空的，你要执着是空的，断见，断见。佛所说的法不空，又翻过来执着是有的，常见。学佛法最主要的问题，即不知常，也不知断。即不落于断见，也不要知常见。因为不是执着有，就是执着空，这是众生意。这段文所说的是般若意，般若意呢，两个都不执着，也不是离开空，也不是执着它本身空，离不可以，不离也不可以。本来大乘大解十论经是讲一切有法的，为什么现在这一段经文讲的是空法？空法，因为说有，让你去厌离，厌离。因为这个经的题目叫《大乘大解十论》，最后必须得归到大乘，前头是分析，经过的反复，经过的小乘，来涉及到种种的部分，还是归空义般若经。让你既不执着空，也不执着有。前头啊，如果是难佛前头所教导的，你一定起执着，那不是佛的意。所以为什么叫大济大乘？大乘大济是即大乘，即佛所说的一切法的意思。上来说举这些名词，说举这相，这是世间相，就是三界二十五有都是这个相，这相上咱不去讲它去了。说让你弄清楚，弄清楚呢，不要去执着。还是归于大乘，说在色法上头说空，空了就没有色了，但是这个空是假的，只是色空，离开色空要回归于色空，因为你还没空掉，前头都讲的是不空，讲的一切色，而这个戒那个戒，犯的反正是破戒比丘也好，什么乃至犯一切作好，那到现在呢，又给你把它会有归空，因为离开色空，让你离开色。说是空的，但是回来要说即色而空，即在色法上要离空。我们经常讲缘起法，缘起法，诸法缘生，是缘起而生的，一切法缘生，没有实体的，缘生无自性。
缘起法是空的，是在缘起上说空。但是缘起是有的呀，因缘生起的呀。那么说它的空，缘起是性空，即缘起性空，非即缘起性空，就跟我们说明白，不是缘起法本身是空的，是离缘起它的性，性是空的。因为这个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我单讲这一个问题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我在那个新加坡啊，光明寺，最后他们让我请我讲缘起性空。我讲了一个星期啊，那是一天两个钟头，14个钟头，专门讲缘起性空的。咱们是因为说到这位经文上，讲讲缘起性空的，不是专讲缘起性空的。但是在这部经，佛是讲的缘起着重，明明知道。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但是你不说又不行，不说人家怎能明了呢？怎能进入呢？但是告诉你，说法不是法，说空也不是空。你懂得这个含义了，闻到言说，闻到言说，那是表现，表现什么？缘起的法，也有善，也有乐，但是在真如法上没有善，没有乐呀。因此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但是言说无有实意，佛还说他做什么呢？众生不了，众生因为苦，真是苦，苦不是苦，那苦性不苦，这个道理懂了，就懂得佛所说的法了。你说火，绝不是火。要是火，你说出来不把你嘴巴子烧烂了吗？说火不是火，说空也不是空。要你懂得这个含义，你说什么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而又是什么。这三遍啊，先说诸法事实有空，把它否定了，没有啊，诸法还是诸法呀，这样子啊。第三，再说有空而后有，因为你烦恼本来没有。但因为你烦恼没有的，你要执着，那佛必给你说一个断烦恼的方法，对着你这个烦恼来说的。等你烦恼断了，这个法也没有了，断烦恼这个法也没有了，只是个符号而已。如果你上来上一来说你这个身体是假的，说不是真实的，他不会相信的，不会相信的。举很多的例子，
在他苦难当中啊，说你这个身体不是假的，必归于灭，一定要消失的。嗯，那很多的证实，在世界上很多事实都能证明这个。嗯，佛说一切法，你不要去观察，不要去传说。大乘经典讲离言真如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。你要想思议去观察，说修行去，错了。你轻易的观察出了，百非就是这个意思，离四句绝百非，有非有，即有真有，有非有这两句，即有真有，每一个事每一件事物都可以定为四句，你怎么说都是错误的。所以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一起心一动念错了，那这意思就很深很深的，那不是某大乘起学论啊啊，不是某大乘大记，大家看看华严经吧，啊，我们天天讲华严经，那就是意思，啊，佛告诉我们要护你的身口意，护的意思呢，不要随便的言语。随便的做，随便的胡思乱想，要防护你的身口意。那你的身怎么样是善的？你身体的身达到真善美，变成法身，究竟清净，这是护身。护口，口，你的口里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空的，都说了，你又不能不说，说的是随缘。因为说，所以说，离四句绝百非，但是又不能不说四句百非，那。懂得这个意思了，当你明白了，得到真性了，说也可，不说也可，对众生玄事的微妙法，咱们经常的说法加个妙字，妙就在这个地方，妙在什么地方呢？空有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这就妙了。佛说是这一段意思，显着什么轮呢？无尘垢轮，没有尘，没有垢眼。但是这个不是顿意啊，不是说大乘啊。佛在随论经上说，如来为这一个众生，以为无尘垢轮说法，大乘大记十论。如来为了这众生，以无尘垢行轮说法。这个法呀，如满月光，清凉无奈，遍满虚空，照出一切无障碍境界，乃至光说。上来这段经文，就佛给一些众生以无垢行轮说法，虚空的月光啊，月光啊，圆。